157轰。尤其方丈的滚地球，曾子佑再做一个弹跳，先把球抓稳之后，再往一垒传。第一球出棒，又找到了曾子佑，哇！侧边的滑接传得够准，哎呀，没有啊！哇，但接已经是将近100分了。再怎么练皮肤也没办法练了，又不是练金钟罩铁布衫。突然的短打要考验投手的防守功夫，还是来得及。下一次行人并没有慌乱。再来一个外角的变化球，下一次行人是脱离了得点圈的失分危机，赏给了林晨飞一张老 K， 也结束二局上半暴力员的攻击。把球带到了中间的位置，蓝银轮一棒扫出中川的安打。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，蓝银轮敲出了这场比赛雄鹰的第二支安打。速球走在外侧，148公里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把球带到了左半边，这球压在了线内，是一支长打哦。来看到一垒上的蓝银轮，哎呦，左外野守林子伟第一拍还没有办法确实掌握住球的位置，那这样子台钢雄鹰是这场比赛率先拿到分数的球队。变化球被张敏勋带到右半边，郭永维扑下去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拦下来，这是张敏勋在中职生涯第99支的安打。林中正一直到北海道火腿斗士后援之后才投的比较好。来看一下这一棒在右半边会不会是生涯首安呢？还是被接杀了？棒子打断了，但是球的位置非常的理想，越过了郭永维的防线，一垒上的张敏勋绕过二垒之后要往三垒来推进。我有点把中线稳固下。变化球打高了，在中外野的位置上，黄伟汉接到之后，三垒上的跑者要拼本垒，张敏勋最后是成功的回到本垒，拿到了桃园队的第一分。低角落的球又使打者出棒，三振出局。在三局上半，乐天桃园靠着高飞牺牲打把分数给扳平，双方现在1-1。这棒送到了游击方向，打得很正面，直接进到了林晨飞的手套。两次的攻击，曾子佑其实都把球打成平飞球。变化球被带到了中线，那冠伟上垒之后又要跟大家闲聊了。今天2-2啊！变化球，王柏荣带到游击方向，看起来不妙，4-6-3的双杀。三局下半，大王打出了双杀打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雄鹰的攻势。直球对决，投手一把抓下来，正前方的康贝克并难不倒铃木俊辅的手背啊，扎扎实实。模样都有一点比较像滑球的看法。但球高了，蓝银轮不放过，149的速球照样敲出安打，今天2支安打。还是变化球，张兆麟这一棒扫到了中间方向，战术出现的时候，一垒上的跑者绕过二垒要往三垒推进。哇，张兆麟连续4场比赛敲出了安打。这棒送到了中左外野方向，扑下去的是林子伟，哇，花的 nice catch， 但这一分是守不住的。三垒上的蓝银轮趁着高飞牺牲打回到本垒，拿到台钢的第二分。不过林子伟呢，展现他极佳的运动能力。对。第一拍张敏勋并没有办法接得很干净，出现了爆头，往下跪的速度比较慢一点。今天三振第一次是用曲球来完成的，不过在四局下半靠着2支安打以及王柏旋的高飞牺牲打，台钢雄鹰2-1再度超前比数。
半边，哇，这个弹跳之后跳了起来，朱显没有办法拦下来。大王现在过一垒之后，要来到二垒的位置了。王柏荣在六局下半 lead of double， 还好三坏，二垒上有敲出安打的王柏荣。哦，但这颗曲球很明显，在出手的时候就有点溜去了，跑到比较外角，有一次保送跟被打一支安打。哎呀，点了，但是哇，这一边变成助攻啦，对，变成小飞球。要三坏，把球带得很高，在右半边，陈晨威已经就定位完成接杀，很快速的把球回传到内野。左半边的安打，哇，惊驾厉害啊！那这时候王柏荣让过三垒，赶快停下来。还好没跑，正确的决定。满球数两出局，满垒。哇，最后好球，三振出局。台钢雄鹰在六局下半大中计，满垒的情况，洪伟汉遭到了三振，双方维持在2-1，一分差。这一棒来看到季庆然接到之后再传，可能是来不及了，而且还传了一个大爆传呢、啊。哇，这边要加计失误了。右半边的滚地球，魔音接到之后直接踩垒，二垒上的朱哥往三垒来推进。这一棒扫到了右半边。来看到王柏旋向后退完成接杀，追平分回来完全不成问题了。林志伟的高飞牺牲打让双方在七局又回到了平手原点。滚地球，哇，赖师傅扑下去碰了一下球，哇，但曾子佑其实这传球也没有必要了。对，球送到了中间方向，张敏勋职业生涯的第100安出现在了2024年的4月10号，今天是单场两支安打，恭喜敏完啊！原本这一支100安应该上个打席就要出现了，那、他搞不好他个人应该可能也对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哦，但今年张敏勋好好把握机会，嗯，前面才在天母棒球场敲出生涯首轰啊，两出局了。滚地球在三垒方向，结果突然往旁边弹，那这样子的话分数就要回来了。二垒上的跑者已经是回到了本垒，代打的林鸿玉一棒建功。其实杜嘉明一开始就很守在边线了，嗯，这样的剧本宛如是昨天的比赛，在后段的时候，乐天桃园硬生生把分数给反转过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林鸿拉回来，其实弹跳弹的还算蛮高的。外角球出棒并没有打中，遭到了三振。不过七局上半，乐天桃园靠着季清然的失误开始一连串的反攻，3-2，现在一分反超前。干脆找洋将来补。这一棒147带到了中左外野方向，哇，哎呦，林振华这颗球非常危险啊，两个人差点就没有办法把球接进手套了。右半边的平飞球今天完成了直棒第一次的猛打赏，恭喜王柏旋，在九局下半，他燃起了逆转的希望之火。嗯，一出局，这棒打高了，在右外野方向，陈晨威向后退，顺利的把球收进口袋了。然后两坏，两出局，外角球，陈柏豪顺利的帮助乐天桃园守住了一分的领先优势，收下了他来到乐天桃园的第一次救援成功。中场乐天桃园在客场是以3-2，一分之差击败了主队的台钢雄鹰。